战局给扳平。姚亮快，这个球打得强劲，结果二垒手没办法拦下来，球传了出去，形成了安打。陈俊秀绕过三垒要全力冲本垒，没有问题。一局下半，中信立刻扳平哦，而且两出局后的攻势，连续三位打者上垒，高起来，腰带的高度被王文成给掌握到了。状况确实真的是相当不错，再加上这个林祖杰似乎的手背位置有稍微在前面。另外一支呢，只是在第三场比赛，这个球扛到了反方向落地，又是一支安打，中信不只要扳平而已，他们一口气是把领先给抢了过来。没错，三垒上的陈子豪回来得分，上个礼拜的事情。再来看到最后对决的进垒点，应该是速球，比较甜的位置啊。曾松的出棒感觉有点被挤到，不过他的力量是够大。对，因为曾松温的特色就是他球跟得很进来，在最后才出棒去攻击。